表演魔术哦，我比较喜欢用慢的这个方式，因为快人家觉得说，哎，你动作太快了，所以我看不清楚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来一点慢的。好 ，slow motion，slow magic， 来，现在呢，这个很棒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哈，来，小松你握住，这是一个所谓的感觉的魔术，好，请你把它握住，什么感觉？你说，站过来，站过来，来，握住哦，嗯，这是，来，你说说，什么感觉？软软的感觉，哎，软软的，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我教你怎么操作它，打开来。对，等一下呢，你就把它握紧，这样子哈，像这样的方式来把它捏住。好，捏住之后，来用力的吹口气。好，有没有感觉手在膨胀？哎，好像有。有，那就对了哈。嗯，这个经过吹气之后，它就慢慢的膨胀。嗯，真的吗？是的。好，那我数到三，打开，一二三。怎么变两个？果然它膨胀了。一变二，哎呦，哎呦，奇怪。好，现在这个是一号，这个是二号，这个是一般人分辨不出来的，但是上面是有号码的，只有我你知道。这个是二号，这是一号，好，那么现在这样子哈，来这个松柏，来老师来，你喜欢哪一个？那个这个或者右手啊？这个确定换不换？不换，不换。好，伸出你的右手来，对你手握一下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很好。来，请你放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呢，我先拿出一个，你也拿出一个，把它捏住，捏紧之后啊，吹一口气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需要一点点的魔术粉，看过魔术粉没有？这个很稀奇的，比收购礼券还要稀奇。好，打开来，两颗啊，慢慢的打开来，一颗。哇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好玩的，厉害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肚子饿的话，抽抽抽被扑啊，哇，太开心！这个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再拖下去，我们很难走出这个摄影。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好玩，好神奇哦！对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玩，我自己也很喜欢，我每天玩啊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裴弟也想玩呢，来，两只手记一下。现在这样哈，这四个来，你拿一下哈，好，把这四个握紧之后，来往前靠一步哈。现在你心里面想一个你最喜欢的植物，好，不要讲出来哦。嗯，来计时，来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好，停。嗯，现在你想的这个宠物啊，就会跟海绵的这个造型会变成一模一样，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。啊，我告诉你，看魔术的人没有一个是相信的，但是我讲了出来，我就做了。哦，哎，好，帮我数到三，打开，这个叫心想事成，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嗯，好，来，预备，给，一二三，打开来看看。有点像猫的感觉哦，但是觉得太过瘾。你那个宠物太大了，我们受不了的。来找护士，找他回家，美女。